在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世界，它很美。我记得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某一天，有一幅画深深地感动了我。画中有一位女子的背影，她在一望无垠的天际下遥望着远方。我从她的背后看过去，原来那远方有一个好纯净的世界。那是人间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却感觉到宇宙包覆着我，所以我不再孤单。在那之后，我立下了我的人生目标，也就是我的生活要和艺术在一起。我要过一个灵魂可以自由自在，一个没有框架的人生。所以我在2009年成立了韩艺术，我想推广最淳朴的、有着真善美本质的艺术品，因为我想传递我曾经体验到的心灵触动，并且把那一份美好分享给有缘认识的朋友。